你相信奇迹吗？我送你那个狮头，你后来去练舞狮了吗？废柴就可以舞狮了吗？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怎样才能有奇迹？你有没有听见心里有一声咆哮？那一声咆哮，他好像在说，别再做一只被人欺负的病猫了，去做一头雄狮吧。啊！我们哪怕是烂泥，这事很重要。阿俊，不要因为被人欺负就随随便便放弃自己。这么说过，雄狮要战斗到底，只要鼓点还能在心中响起，我们就是雄狮，我们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！